纸本不够看，影音履历成求职利器。经济不景气，每年春节后上班族都有一波转职潮。数位化时代来临，影音履历已成最夯的求职利器。能够接受影音履历或者很鼓励影音履历的企业现在越来越多，大概占所有产业里面的40%，这个比例算是很高的，而且急速增加。以态度为导向的服务业就很需要影音履历，那从这个影音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表现。那第二就是娱乐相关产业，包含要运用声音的、影像表情的。那第三个就是说你的作品呈现可以用影音方面来做履历，像是像广告业或者是一些像是科技专业远距的 interview。 利用现代数位科技，将求职者个性特质在影片中清楚完整的呈现，比传统纸本履历更能吸引雇主。而虚拟摄影棚借由电脑运算能力，将 3D 立体电脑动画或背景画面与求职者天衣无缝的结合，让影音履历更加生动丰富。虚拟摄影棚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变更场景非常的迅速，可以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场景。为了展现自己的风格，多准备自己的影片、音乐，还有获得的奖牌、奖杯，最好自己心里有一份台词可以口述，制作的时候也相对的比较快速。影音履历呢，它可以更能展现出我自己的个人特色。平面履历它可能呈现不出我在讲话的样子，或是我会的一些舞蹈或是音乐方面的部分。透过真实影像的呈现，让对方知道我这个人的可能谈吐，甚至是如果我有语言方面的专长，我也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介绍我自己。那其实这也是非常适合用影音履历来呈现。影音履历能帮助求职者表达自己的优点及能力，有效推销自己，让雇主加深印象。数位时代来临，凸显专长才能大幅提高录取机会。TN 掏新闻，你有影音履历了吗？报道。